锁定今天的 Focus 世界新闻，我是叶嘉荣。今天的头条消息先来看是英国国王查尔斯，他在二月份被诊断出癌症之后，首度公开现身，参加了复活节的弥撒。不过美国的八卦媒体却爆料，查尔斯罹患的疑似是有癌王之称的胰脏癌，而且寿命只剩下短短两年。英国国王查尔斯跟王后卡蜜拉出席温莎堡复活节弥撒，外头大批民众守候多时，迫切想知道国王还好吗？查尔斯跟民众握手致意，看起来精神不错。还有人说查尔斯跟他养的狗一样，老当益壮。握到手的民众超兴奋，看到罹癌的国王还安好，也松一口气。This will be his most significant appearance since he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只是查尔斯二月诊断出罹癌之后，隔了快两个月才公开露面，还是难以平息外界的猜疑。现在还有美国的八卦杂志爆料，75岁的查尔斯其实是罹患有癌王之称的胰脏癌，非常难治，还说他身体虚弱，只剩下两年的寿命。王室已经在规划名为梅内桥计划的国王葬礼，是以他封地的一座桥梁命名。It's basically been told by his medical advisors.Not to do any public facing work because of the treatment he's undergo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re trying to balance to protect him with having to be seen in public to show that the monarchy is still up and running. 另外现在还传出脱离王室的哈利王子五月会专程回英国跟父王查尔斯见面，似乎也呼应国王似乎不如外界想象的这么健康。但是这些消息王室都还没有证实。体育新闻这么报。另一位健康亮红灯的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以色列呢，在最近爆发了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民众希望纳坦雅胡下台负责。不过他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去做了疝气手术，时间点就引发揣测，他是不是想要避风头呢？示威者直接被警方又拖又拉，赶出公路。还有人是坐在路面上被水柱狂喷，这混乱场面就发生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反政府民众点燃信号弹，还燃烧物品，冲上公路霸路，截断交通，连天桥上都挤得满满满。民众高举国旗，要求总理纳坦雅胡下台，连台拉维夫都有一起串联的大规模抗议。Today we declared that Benjamin Netanyahu,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is the obstacle between us and getting our hostages back. 民众怒批战事持续超过半年，除了换囚，没有救出任何人质，还需要牺牲更多后备役上战场。许多后备役男更是不满犹太教的正统派享有免兵役优惠，冲进耶路撒冷最知名的古老街区百倍之地，两派大打出手。对加萨战事反而成了以色列的内耗，而纳坦雅胡偏偏挑在这个时候宣布他要去进行疝气手术，得暂离职位。证实手术期间职位将由副总理李文代理。纳坦雅胡话锋一转，再次强调会攻拉法。以色列对进攻拉法立场不变，还是持续在加萨扫荡，宣称又在西法医院歼灭了多达200名的哈马斯。另外也宣布击毙黎巴嫩真主党反坦克部队的高阶指挥官艾辛，以军的作战行动一南一北依旧不打算停手。 TVBS 新闻综合报道。而巴勒斯坦的新内阁在三月底就正式就职了，由来自加萨的8名部长组成，当中包括一名负责救济事务的国务部长。而总统阿巴斯也在新政府宣誓就职之后发表了谈话，他表示新政府将会进行广泛的政治改革来提高效率，为全体的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加强加萨地带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来振兴巴勒斯坦的经济。
而秘鲁的女总统最近卷进了贪腐疑云，检调在她的官邸内搜出了精品劳力士手表，认为这就是贪腐的证据。不过她不断强调自己的清白，而且说会做到2026年任期结束，绝对不会请辞下台。警察打头阵，强硬敲毁大门。几名官员殿后深夜全程直播秘鲁总统官邸遭破门搜查。总统博鲁阿尔特2022年上任后被发现开始穿金戴银，这回遭检调指控涉嫌贪污，还疑似少申报资产。Aquí no solo se trata de los relojes Rolex encontrados en sus cuentas bancarias, que tiene 11 cuentas bancarias. 秘鲁媒体爆料，博鲁阿尔特多只劳力士表中有一只价格还高达1.4万美元，相当于台币44万。会引人起疑的关键在于，他在2021年副总统兼部长的月薪也不过只有台币26万左右，担任总统还减薪到13万多，怎么会买得起名贵手表 ？Hermanas y hermanos peruanos。Hoy estoy frente a ustedes el hecho sobre los relojes. Siempre he dicho. 面对检调指控，火速否认，强调所有贵重物品都是花积蓄买的。博鲁阿尔特表示不会主动请辞，不禁让人回忆他当上总统过程有多戏剧化。Se resuelve el problema? No se resuelve el problema. Acá vamos a estar firmes.Hasta que el Congreso resuelva el adelanto de elecciones. 2022年，前总统卡斯蒂约也涉嫌贪污，任期内企图政变解散国会，但还是遭到罢黜被逮。时任副总统的博鲁阿尔特顺势上位，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女总统。Dina Boluarte does not represent us. She is a traitor. She is incompetent.博鲁阿尔特曾因律师出身，形象正派，现在卷进贪腐疑云，加上秘鲁总统几乎年年换人，恐怕难以撑到2026年大选。TVBS 新闻综合报道。而也爆出贪腐丑闻的还有南非的国会议长，传出他收受了台币400多万的贿赂，而且警政系统现在也几乎是全面失灵的。不过呢，南非现在治安败坏，谋杀率攀升到20年来最高。现在当地的暴力抢劫跟劫车这些犯罪问题，都交给了私人的保全公司来处理。拔枪和歹徒在公路上激烈枪战，这冲在第一线打坏人的不是警察，而是南非的私人保全。It actually means nothing to a lot of people anymore.I think at the moment our crime is out of control. Our crime is really not in control. We're having a hard time fighting crime. Lima Charlie 63. 一收到无线电通知，马上油门一踩去追赃车，冲犯罪现场比警察跑得更前面。This was a vehicle that was triggered by the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system. We need to be on top of the vehicle as soon as we, or as fast as we possibly can. 这已经成了南非扭曲的新常态。Right, we're heading direction North Mead Square. Direction North Mead Square. They're shooting. 合法拥枪，有无线电通联，被默许成为警察的代班人。这些私人保全快成了南非整肃治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现在南非一年平均发生2万起的窃车案，谋杀率更来到20年新高，但是警方却因为贪腐严重，几乎失能。This happens all the time in South Africa. They're in touch with private security groups throughout this eastern part of Johannesburg. And one thing you don't hear anything about is the police.多达50万的私人保全就像佣兵，取代了人民保姆。从追偷车贼到面对火力强大的黑帮抢劫运钞车，都得办。Was it difficult to get a gun? No, not difficult.CN 就找到了一名金盆洗手的黑帮分子，坦言一切都是为了钱。Did you ever kill anyone? Yes. Now it's bad. I feel bad about it.有多少的犯罪，就有多少的被害人。像是这名现在只能勉强行走的男子，他就是在开运钞车的时候被抢。Yes, I needed the money. You must take out that you are going to be killed because you will never work for your children.当下歹徒叫他们几个人趴在草丛里面，结果是被炸飞的车顶砸中了他的双腿。
The big thing to me, I'm no longer able to stand. I'm no longer walking as the way I was before. And I always feel pain. I'm short with some pills, you see, and I'm a father. 从今以后不良于行，像这样的黑暗经历一再发生。而南非不止治安败坏、警戒贪腐，就连国会也爆出贪腐丑闻。被指控受贿的就是国会议长诺西维维，被爆出在之前担任国防部长的期间收了$13.5万元，相当于台币430万的现金和一顶假发的贿赂，现在还拒绝警方逮捕。 The discretion on whether to arrest the applicant must be exercised in good faith, rationally, and not arbitrarily. 派出律师团拒捕，并且否认收贿指控。官员的贪污，老百姓看了更心寒。因为他们现在连最基本的水都不知道何时会来，只能靠提来的水过日子。That I have to be here carrying these 20-liter buckets. And the sad thing is that we don't know when our tap's going to be wet again. 在约翰尼斯堡的外围郊区，所为托不分贫富贵贱，都面临共同的缺水难题。In the absence of any communication, I would say it's a failure in leadership in a way. We are not led at all. 但是约翰尼斯堡的缺水问题主要是因为管线年久失修，有多达40%的储水都是漏光光的，供水供电不稳定，民众叫苦连天。 TVBS 新闻综合报道。而年底，美国总统大选目前的选情现在陷入焦灼，因为川普跟现任总统拜登的差距缩小到1个百分点。不过，有另一位第三方的候选人可能会出战，他是来自德州的一名男老师，甚至改了个非常特别的名字来呼吁选民选谁都好，但绝对不要把票投给川普跟拜登。 Nikki Haley has made an unholy alliance with rhinos, never Trumpers. 就算海莉已经退选，竞选广告上前总统川普继续痛骂海莉。 She's sitting there like she's gone crazy. She's a very angry person. She is not presidential timber. 这其实是竞争对手拜登总统最近的竞选广告，摆明了就是要赚海莉支持者的票。 Used Republican primary data to target mostly suburban areas where Haley performed well against Donald Trump. 只是拜登的竞选策略越来越大胆，还反呛只有小他4岁的川普，你才老。All the things he's doing are so old. Speaking of old. 拜登这场活动还请来前总统奥巴马跟克林顿，总统牌加持替他募款募到$2600万。川普不甘示弱，也说他下周也能够募款募到$3300万。根据《经济学人》最新的民调，川拜两个人的支持度差距缩小到1%，在统计误差之内。不过现在又杀出新的竞争者。I changed my name to literally anybody else to run for president. 这位来自德州的35岁男老师，为了选总统，还改了一个超怪的名字。他现在叫做 literally anyone else， 字面翻译就是真的是任何其他人，意思是除了川普、拜登之外的其他人，谁来选都好了，带有浓浓的讽刺意味。We're gonna end up with the rematch. It was unacceptable, and I saw opportunity in that idea I had. What if we could actually put literally anybody else on the ballot? 想选还不一定能选，光是第一关他要收集11万选民的联署都有问题了。但是他不孤单，因为根据皮尤民调，多达1/4的美国选民跟他一样不想含泪川败二选一。就是这么多。在军事方面，为了台海局势的变化来先做准备，日本冲绳的本岛反舰部队在周六正式成军。不过却引来不少的冲绳居民抗议，他们担心这样的武装反而会让日本 惹祸上身。我们是全体が今軍事要塞化されようとしているけども、我々はこれは断じて許さない。场外日本冲绳居民抗议反对武装化会害自己惹祸上身。此时场内日本自卫队正在举行反舰飞弹部队的成军仪式，首都在冲绳本岛部署12式陆基反舰飞弹。島嶼部における侵攻を洋上において阻止排除する。 沖縄本島初めての地対艦ミサイル連隊であり、この南西地域の防衛体制の中核を担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日本改变部署战略，目前包括冲绳在内的岛屿已经部署四个地对舰飞弹部队，约200人。将来在距离台湾110公里的与那国岛也要部署地对空飞弹。日本武装1200公里范围海域内的重要战略位置，为的就是提前应对台湾有事。美日联军必须具备主动打击解放军的能力。同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也宣布要在冲绳仙岛地区设立5个紧急避难所。シェルターは特定臨時避難施設と規定し、2週間程度の避難を想定して壁の厚さを30センチ以上にすることや、非常用の発電機や換気設備などを整備する見込みです。包括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在内五座岛屿都将设立混凝土的地下避难所，坚固的程度要能承受飞弹爆炸的震波，而且避难时间至少要维持两周。另外，冲绳的美军加守那基地首度纳入安保土地名单，要管制机敏设施的土地不得落入外资的手里。体育前纵不到。而在大陆有好几个地区都遭遇了天气灾害。像是江西出现了狂风豪雨，吹倒了农贸市场跟大桥的路灯，而在贵州则是发布了冰雹预警。而内蒙古除了降下春雪之外，有多个地区是严重沙尘暴，甚至导致火车停驶。剧烈狂风和下不停的暴雨伴随雷电，31号凌晨强袭江西南昌，一座农产品批发中心简易帐篷被吹倒。及时到现场去了，受灾的只是居民，就受伤啊。强劲的风势让多地传来灾情，有民众直击正在施工的大桥，路灯被大风刮倒。下午10点钟，我们惠水下冰雹，看到没？恶劣天气也影响贵州。30号，惠水县遭冰雹袭击，路树树枝被冰雹砸落，停在路边的汽车也被冰雹砸到砰砰作响，多条道路都能看到冰雹堆积。再往北方看，一样难逃气象灾害。沙尘暴滚滚袭来，将半个天空染成灰黄色。30号晚上8点，新疆发布沙尘暴橙色预警，能见度小于500公尺。几乎同一时间，内蒙也刮起强劲的沙尘暴，迫使火车停开。列车工作人员不断清扫吹入车内的沙土外，也尽力安抚乘客情绪，提供泡面、矿泉水。除了沙尘暴，内蒙呼伦贝尔市区还被突如其来的大雪覆盖。这场春雪达到大雪等级，导致机场部分航班取消，客运全线停运。近期大陆多地发生强对流天气，多架航班发生严重颠簸事件。左右有上下失重感。浙江长龙航空飞往杭州的班机因为晃动幅度实在太大，除了乘客，还有多名正在提供服务的空姐不得不先蹲在走道。此外，28号中国航空上海飞往呼和浩特的班机也因为遇到强烈气流，机舱内物品被甩落一地。据视频发布者称，当时觉得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空姐专业素养没得说，带着哭腔机舱广播安慰乘客。听到空姐哭腔，已经很紧张的乘客说吓到快吐了。在飞机平安落地后，不少人和航空公司投诉，国航事后发布致歉公告。 TVBS 新闻程序李敏珍综合报道。回到台湾来关心是宝林茶室的食物中毒案，而检验的35项食材当中都没有找到米酵菌酸。不过卫福部次长王必胜说，不排除可能是前一批的果条出了问题。一些蔬菜啊，还有一些调味料啊，那这些当然原始的果条、香兰叶这些都有验啊，通通都是阴性。亲自宣布宝林检验新进展，3月26号扣回的检体全部没有验到米酵菌酸，包含酱油、老抽、蚝油到食材、果条、红喜菇、鸡蛋到再来米，35样食材都是阴性，但却少了木耳、果条，也跟通报个案吃下肚的不同批。26号拿回的食材果条也是阴性，下游这边不管是制造厂，或者是它制造厂的下游，我们都验了都没有，那可能之前的果条会有问题。果条跟木耳没有食余，也很难找到厨余，检验无望。而环境采检能否培养出细菌，最快下周出炉。当然有可能，但在什么地方污染的那这个当然没有办法去断言了。不过目前一切证据，我想可能比较倾向于在发生在宝林的这边S3店这边的机会比较大。同步进行的还有患者体内米酵菌酸采检，31例中5人拒检，然后2例是阴性，
多达14人都是阳性，而其中也包含加护病房的重症个案。目前5人仅有1人好转，4人还在昏迷中，有1人装了叶克膜，2人考虑换肝，状况非常危急，才用类似洗肾方式的洗血排除毒素。米酵菌酸它本身是没有解毒剂的，所以而且它代谢比较慢，它每4天才会少掉一半。好，那所以都是用这个我们重症加护的支持性疗法在帮他们。至于农粮署先前强调米酵菌酸跟米没有直接关系，专家也说果条也非纯米制，应该改为野黍菌酸。而卫福部本周也打算开更名会议，强调食物中毒案仅限宝林 A13 店，要避免米酵菌酸酿成更大恐慌。体育新闻，谢友翔、江婷台北场报道。而究竟为什么同样是吃下米酵菌酸，有人重症，有人是轻症呢？这可能跟吃进的量有很大的关系。而目前呢，有这个四个病人仍然是呈现昏迷的状态，但是因为针对米酵菌酸没有有效的解毒剂，医院只能够用支持性疗法来阻止病况恶化。宝林茶室食案风波是越烧越严重，但是根据了解，直到现在都还有人在加护病房住院当中。其实怎么有些人是重症，有些人是轻症，医师也不排除跟使用的量有关系。还是要看你暴露到的米酵菌酸毒素有关。如果你暴露的量很多的话，那时候比较可能会重症。那如果重症的话，它除了急性肠胃炎，也会有多重器官衰竭。包括什么肝脏衰竭、肾脏衰竭，还有脑部病变休克。宝林茶室食物中毒案累计31人通报阳性，新增2个个案，当中包含一名住在新北市汐止的43岁女子。3月21号来到宝林茶室用餐，吃炒果条，后来头晕、腹泻、恶心。3月30号就医，目前已经回家休息。而在桃园有一个个案，这名男性患者表示说，在21号晚上7点多，餐厅只剩下果条可以点，他就把这一整盘吃光光，没想到。接连两天腹泻不止，所幸治疗之后状况恢复稳定，但有些患者目前还是不乐观。根据卫福部最新数据，重症的这5个人有4个人分别在台北市的北一、三总、马偕医院治疗，另外有一名患者是在台南市的医院，当中4个人陷入昏迷，其中一个人使用叶克膜抢救中。我们在治疗上有2点很重要，一个是验毒素，那另外一个是培养病原菌，就可以知道说哪一些抗生素可以杀死这些病原菌。不过，但是说如果说万一你产生米酵菌酸的话，这个毒素但目前是没有有效解毒剂。5名重症患者，1男4女，当中有4个人是吃滑蛋河粉，1个人吃炒果条。就医师解释，虽然现在针对米酵菌酸没有解药，但是仍然可以用支持性的疗法帮助病人渡过难关，希望在紧急的救治当中保住病患的性命。 TVBS 汪一杰新闻报道。而针对这一起中毒案件，今天卫福部长薛瑞元到立法院去做专案报告。而针对日前有绿营人士声称这米酵菌酸可能是从大陆漂洋过海流入台湾的，薛瑞元说不太可能。宝林茶室中毒案阑尾上质询台，由卫福部长薛瑞元查源头，给出时间来。到底还要花多久时间可以溯源出来？原因应该还是在这里，至于说它怎么样去发生的，这个要调查，那这个调查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你预计要多久这个真相可以水落石出？薛瑞元坦言无法给出最快答案，食材也都没检验出来有米酵菌酸。不过就有绿营人士指源头可能是从中国大陆飘过来，难道食安也要抗中保台？我想一个毒素漂洋过海来的话，应该比较不太可能是这个样子了。但因为它不是这一个毒素本身并不是说单纯在实验室里面制造出来。一号这天再新增2例阳性个案，目前累计14例，仍不排除事件和造货的果条有关。而宝林的产品责任险统统过期，食药署未来新增警示系统。产品责任险吗？我们是产品责任险，但是产品责任险一定都要保吗？对，那所以说未来这部分的话，我已经有交代我们食药署。那在它的非登不可的这个系统里面，要加上这个产品责任险的什么时候到期？食安连环出包，卫福部亡羊补牢。不过传出自己被点名留校查看，部长被点名留校查看，你自己怎么看？对，不好意思，谢谢。我不回答，谢谢。眼前食安风暴都处理不完，520能否留任？部长似乎没时间管。TVBS 新闻董佑俊、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推出 ChatGPT 的 OpenAI 公司宣布，他们开发出了一套可以模仿人声的 AI 工具，不过目前尚未正式对外来开放。而官方宣称，只需要一段15秒的语音片段，他们就可以透过 AI 语音引擎来生成相对应的音档，甚至可以直接转换成不同的语言。不过目前只会让少部分的合作伙伴来进行测试。而 OpenAI 解释，因为今年是选举年，这种语音引擎存在严重的安全性风险，并不适合直接对外开放使用。而提到 AI 的使用规范，还是有非常多不能跨越的红线的。像是在新北市的复兴商工校内的美术比赛中，第一名的作品就被发现是 AI 的绘图成品，而校方也决定要撤销这个奖项。一片云雾缭绕，美猴王拿着金箍棒展现霸气，这是复兴商工校内美展第一名作品大闹龙宫，只是却爆出是 AI 绘图。评审当中就有人感觉疑似，但是学生又觉得他本身他创作的，那基于保护学生，我们当然应该是有70%是用 AI， 他就是有承认某些部分是用，有点像拼凑的部分。引起争议后，校方3月31号深夜贴文指出，表示作者林同学当天晚间与家长到校进行重新检视，该生也认了创作过程错用 AI 辅助，表示道歉并更正。先有 AI 专家透过 YouTube 影片针对图片分析，包括明明是硬质物料，中间却出现布料，还有物体被遮挡处出现许多歪曲变形等11处不合理。该名学生还疑似自曝放出自己作画过程影片，全程使用橡皮擦功能作为笔刷描图。判定他是违例，那名次跟奖项都会取消掉。是要去怎么防范判断是否用 AI 生成的能力吗？ AI 时代来临，那未来的部分是不是增加另一类 AI 的作品，是我们在考虑的。校方也回应吹哨者学生疑似遭施压的指控，强调学校尊重学生网络意见反应，这些事项都转请相关处室查核，也未有流传的记大过处分，只是没想到一场艺术盛宴如今全变了调。 TVB 的新闻黄俊仁 SNG 小组台报道。而 AI 技术其实也跟国家的科技战略息息相关，像美国就决定要升级对大陆的晶片禁令，包括要求辉达停止向大陆出口先进的 AI 晶片。而传出美国正在拟定一份先进晶片的制造商名单，要进一步来阻止技术流入大陆。另外是日本跟欧盟也计划要展开会谈，讨论在晶片跟电池的材料领域携手合作，减少依赖大陆的供应链。再来看呢 ，AI 现在在大陆则是被业者拿来抢清明节的商机。有一些电商平台提供了一种服务，可以透过 AI 技术来还原逝世亲人的影像，让消费者来跟亲人做近距离互动。你好，奶奶，你中午吃的什么呀？我中午吃的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姑姑特意给我带的桂林米粉，味道好得很。大陆记者实测与 AI 复活亲人的影像及时互动对话，这家位于广西南宁的人工智慧新创公司利用民众的声音素材照片，结合生前经历，就能让逝去的亲人活灵活现。随着清明节逼近，来电询问和下单的数量都大幅增加。孩子，家里最近怎么样啊？工作顺利吗？ AI 复活亲人商机看俏，电商平台价格从5块到上万元人民币，折合新台币大约20几块到4-5万元，通通有。价格越高，能互动的精细度就越高。比如说，想要照片进行一个眨眼，然后偏头、抬头以及微笑和说话的动作的话，需要用到那个 DID 软件。清明节的话，一天啊，20-30单吧。但不止亲人能复活，近期包括李玟、大陆过世的明星乔任梁都被网友重置影像，引发侵权争议。法律专家表示，假设 AI 生成的内容带有侮辱性，或借由名人的嘴巴传播虚假讯息，都涉及侵犯名誉权、肖像权，可能吃上官司。如果没有经过死者近亲属的同意的话，那么擅自利用 AI 技术复活死者的行为呢，就属于非常典型的侵权行为。因为
逝者的肖像名誉权呢仍然受到法律的保护。有心理专家认为 AI 复活亲人或许具有疗愈的效果，但副作用就像海洛因，一旦成瘾将造成认知偏差，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不能不小心。 TVBS 新闻综合报道。而清明祭祖一般会有烧纸钱这样的习俗，不过大陆江苏省南通市的民政局就宣布，为了要破除封建迷信，提倡文明祭祖，未来会禁止辖下的殡葬业者制造纸钱，也不能够制作祭祖的纸扎屋或是纸扎人。围墙栏杆大门一应俱全，里头房屋还张灯结彩，各种花俏的装饰色彩缤纷。不过仔细一看，这些两层楼高的建筑物其实都是纸扎的。网传江苏南通一地烧的纸别墅有两层楼高，陈设极其豪华，堪比皇宫。这些纸别墅价格约为3万多块新台币，内部大约10平，大到连成人都能在里面活动。江苏省南通市有一项特别的习俗，会在亲人刚去世或周年纪念时定制一套来焚烧祭拜。但南通市政府为了提倡文明祭祖，破除封建迷信，最新宣布禁止制造销售冥币纸钱和这类纸扎物品，违反规定将处销售金额1到3倍以下罚款，引发市民强烈反弹。香花是畅销不了的，第一代价高，第二不容易保存，稍微放松一点是慢慢来的，不是一刀切。殡葬业者发难，批评政府不尊重传统文化，就连大陆官媒都不挺，认为南通市政府以封建迷信为由，竟全面封杀殡葬用品，太过简单粗暴。春节期间呢，全国各地农村都有请祖宗、送祖宗这种仪式，这是不是封建迷信呢？国家财政部微信公号和全国人民一起呢迎财神，这又算不算封建迷信呢？但有民众赞同，认为烧纸钱、烧纸扎屋根本污染空气，还可能引发火灾。这项政策能否落实，还得向市民多加宣导。TVBS 新闻综合报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今天在总统府跟蔡总统还有副总统赖清德会面，双方针对台美合作做了进一步的讨论。而同一时间，前总统马英九则是率团二度访问大陆。马前总统率团二访中国大陆，在桃园机场发表行前谈话。在当前两岸情势紧张的时候，传递我们台湾人民爱好和平，希望两岸交流，避免战争的心声。我们此行既是和平之旅，也是友谊之旅。大约1分钟的谈话，马英九强调自己没有公职，没有党职，能做的就是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减少两岸民间敌意。马英九，不要做爱国者。台湾国成员认为马前总统是亲中路线，访问大陆不但无助两岸和平，还可能对台安全造成威胁。15人早上10点不到就到桃园机场喊口号和上演行动剧抗议。绿营立委也对马前总统二度访陆提出质疑，也呼吁马前总统那个到了中国之后，要知道说自己的身份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那不要过去的中国那落入了习近平这个一个中国的圈套。当世界越来越多国家走进台湾，台湾走向国际的此时此刻，中国国民党马英九执意的走向中国，而且要走入九二共识、一中、一个中国的框架当中，这是何其的讽刺。马前总统520前访问大陆掀起议论，巧合的是就在马英九出发同一天，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分别与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会面。罗森伯格从2023年3月接任 AIT 主席后已经5次访问台湾，上一次是台湾大选后造访，不到3个月再次来台，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美关系的高度热忱。 AIT 新闻稿表示，罗森伯格此行重点将针对台美区域安全、贸易、投资合作再进一步讨论。 TVBS 新闻综合报道。在申购期间就引发了不少讨论的 ETF 00940今天正式挂牌上市，而上周五的收盘净值就已经低于10块钱的发行价了，而今天一上市呢就破发，最低跌到了9.8元，跌幅达到2%。
00940在今天挂牌上市了，是以9.93元开出，可以看到随后是走下行的趋势，虽然之后有拉回，但还是低于10元的发行价，成交量来看30分钟就破40万张。上周五的收盘净值9.92元，周一开盘最低跌到9.8元，跌幅达2%，让申购成功的70万投资人好担心，挂牌首日就破发，成为股民们的关注焦点。还有眼尖投资人发现9:36左右出现至少超过10笔成交量为174张的卖单，大喊大户别闹了，大户你坏坏。因为美股的部分也涨多了，所以这个地方有可能指数还是会有向下回档的一个压力比较重，所以大家可以等待啊这一些的成分股或者是美股走稳的时候再来进行布局。而周一稍作休息的还有大盘，虽然开出小红20,319点，早盘一度上涨超过90点，但随后下修盘整。而近期话题火热的半导体护国神山台积电计划在海外大举征才2.3万人，联电也传出夺下了 iPhone 大单，投片量达万片，不过股价周一都做修正。台积电跌0.51%，联电跌幅达0.38%。台积电虽然陷入整理，可是半导体这一块，比如设备、CoWoS 等等，我想还是未来的一个主流。我认为在半导体的部分，大家可以针对不管是台积电的供应链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 IC 设计，为一些相对上来讲比较低的这些个股，应该有具备补涨的一个实力的。而 AI 族群周一则是涨跌互见，技嘉飙1.42%，微影涨0.22%，伟创、广达则有下修趋势。不过有基金经理人提醒，本周即将进入清明连假，预料盘势多呈现高档震荡，要见到指数大幅攀升较不容易。月新闻联陈玉杰台北台报道。在这个万物齐涨的时代，二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还是继续上扬，来到了3.08%。以各个不同的项目来看，外食费上涨4%，房租则是2.21%，都显示国人的生活压力变得更大。大红豆，接下来就是我们家也是更招牌的芋头。天冷，来上一碗古早味烧仙草，可谓是身心都舒畅。但要经营一家店，除了食材成本、人事成本，还有许多的隐形成本。当然，我们有冰厨，那其实串冰机才是我们真正的耗电的电源。好，因为两台甚至三台的串冰机，我们是客来才会做一个开店的动作啊。有些人是用。它可以减低它的耗电量，当然是用这个一大桶的冰，然后挖过来，但是这样的口感确实是不一样的。为了餐饮品质，冰店该花的成本还是得花，毕竟巩固好客人才是长久之计，成本也只能是自己吸收。幅度的话，其实店价大概我看了一下，其实大概12%或到15%不等。那再推溯到，其实我们冰店的经营的，其实最重的成本其实在于原物料，所以很希望是在一个政府能够把民间的这个民心给安定的话，还是要强调用分段式的一个调涨。涨电价确实有可能会推升物价，国发会的主委就表示，如果说电价调升10%，那么就有可能会影响 CPI 上调0.12%。如果再加上其他间接性的影响的话 ，CPI 上调0.2%到0.3%都有可能。虽然电价涨幅不是影响物价的最大关键，但台湾的物价确实正在攀升。主计总处发布二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达到3.08%，是一年7个月最高。主计总处官员表示，主要是因为春节交通以及食物类价格上扬有所带动。我们发现到，其实过去这4年年复合的成长率是来到了2%，那当然也就是代表说，其实在过去这4年间，我们其实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通货膨胀的一个环境当中。台湾的这个物价指数虽然通货膨胀的状况不会太过激烈，但是呢要明显的有降温，甚至要回到过去2%以下的一个情况，维持成为那样子的一个这个环境，难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推升 CPI 主要的原因包含农历春节刚好在2月，部分服务费用都有所成长，食物类涨幅达到4.49%，是7大项中涨幅最高。外食费上涨4%，房租年涨2.21%，
医疗保健费用也涨3.22%，都造成 CPI 飙高。那过去比较近的中国冲破这个3%，就是去年的10月啊，还有去年的1月，那2022年的3月到7月哈，这个都是超过3%。好，但是这个在台湾是蛮少见的，在2022年，很多国家呢哈，其实都有这种通膨的压力啊。那啊，比如说像美国那时候啊，甚至有。突破7%、8%。虽然 CPI 冲破3%是少数的状况，但台湾目前仍然还在2%的通膨警戒线上，依旧处于高档，显示物价涨势没有停歇，国人压力还是很大。尤其紧接着4月的电价调涨，可能也是原因。光是就电价影响 CPI 指数的这个贡献度来讲的话，是相对比较低，没有错。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是那么单纯的一个现象，其实会影响到民生各个工业面或者是制造业面，甚至在很多的这个民生消费的区块当中，服务链的这个提供的价格的部分也会有所调整。怕的就是业者的预期心态，将电价涨幅的成本先算在消费者头上，导致物价上扬，但价格一旦推升就很难有回头路。因为去年相较于前年的话，最主要是积极因素，但是我们知道说去年其实是因为我们内需型的服务业是非常蓬勃的，那相较于前年其实这个内需表现是萧条的，所以说去年的因素是需求拉抬。那前年的话2022年最主要是输入性通膨，也就是说成本拉抬。台电表示，真正的调整方案必须等到电价审议会后才能确定，但方向仍然是朝用电大户承担较多的涨幅压力，会尽量减缓对一般民众的影响。不过就怕后续的连锁效应推升通膨。 TVBS 新闻陈旭、钟德荣、谢丹慈台报道。台北市有寿司店也传出了疑似食物中毒，交给记者于品杰。好，回转寿司也出现了食安问题吗？有民众日前到台北市中山区的寿司店用餐，四个人花了2000多块，吃完却直奔医院，因为出现了恶心、呕吐、起红疹，还有腹泻，医院认定疑似食物中毒，随即通报，而卫生局随后也到场稽查。带您来听一段现场访问，并依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进行稽查，查有洗手区、垃圾桶、非脚踏式盖子。未立即出示作业人员健康检查，煮饭机边框有脏污，冰淇淋机后方排风口脏污等4项缺失，现场已开立限期改善通知单。好，可以听到卫生局表示，现场已经没有同批的其余检体，不过发现环境有4项的卫生缺失，如果复查没有改善，最重可罚2亿。而对此，业者透露，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调查结果，不便回应。而缅甸内战的最新战况，政府军节节败退，还对反抗军动用了私刑。缅甸士兵一字排开在首都奈比多大阅兵，前方检阅三军的是当初发动政变的缅甸军头敏昂莱，他劈头就痛批反抗军事恐怖组织。ဒါကြောင့်ထူထမ်းပရော်နေတဲ့ပြည်သူလူထုရဲ့စံတန်းနဲ့ညီပါတီစိုဒီမိုကရေစီစနစ်ပေါ်ပေါ今年缅甸阅兵不止罕见在晚间举行，还被发现出现特殊现象。就是现场穿裙子的女兵看起来特别多，被解读可能是大多男性都被派去打仗。除此之外，现场似乎也看不到太多坦克、炮弹等实质武器。What really stood out to him was the scant show of force, you know, this lack of military hardware on display. No tanks or multiple rocket launchers when the jets flew over last night. No one could, in fact, see them. 缅甸内战进入第四年，年初却传出政府军有节节败退的迹象。2月10日，仰光的泰国大使馆还出现排队人龙，现场男男女女都急着逃出国，就怕被抓去打仗。ပြည်ထောင်စုတမရမြန်မာနိုင်ငံတော်နိုင်ငံတော်စီမံအုပ်ချုပ်ရေးကောင်စီသည်ပြည်သူစစ်မှုထမ်းဥပဒေအာဏာတည်သည့်နေ့ရက်သတ်မှတ်ခြင်းအမိန့်ကြေညာစာအမှန်29/2024ကို因为缅甸政府军突然下令4月起全国征兵，而且男女都要服役。缅甸政府军这几年下来各种暴行不胜枚举，包含这段去年11月拍摄的影片。
No more three fingers, yells one of them and laughs. 当时他们正嘲讽反抗军的三指手势，一群人之所以得意洋洋，是因为刚刚活捉了两名年仅20出头的反抗军成员。The last time I saw them, they were hunkering down about 50 meters away from me. 这段 CNN 独家掌握的影片显示，两名年轻人满身是伤，惨遭政府军凌虐羞辱。没有没有，亏了，要来。The revolution must lose, PDF sir.Dogs, replies Potain. How many dogs have we killed? Aren't you PDF dogs? We're dogs, repeats Tatung. 但两人最后都没有活下来，而是被动用私刑活活烧死。影片残忍到无法播出。Cross-referencing more than a dozen interviews with witnesses, villagers, resistance fighters, family members and experts, with analysis of the video and pictures from the day using open source techniques,CNN has found evidence that the military and its allied militia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killings. 死者的父亲也证实儿子惨死，只怕还有更多动私刑的案例没有被曝光。We've been able to verify over 400 burnt bodies since the coup, and we've verified over a dozen instances of individual beheadings. This is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联合国缅甸情况调查员也说，缅甸政府军因为在短短几个月失去上百个据点，压力下转而加强恐怖手段，对百姓开刀，就连罗兴亚人都被当人肉盾牌。Unfortunately, their response is to make these attacks against particularly civilians even more brutal. There has been a fivefold increase in air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villages in just the past 5 months. 缅甸政府军从2021年政变到逮捕翁山苏姬，2022年还直接处决民运人士，现在又被曝光残忍虐杀反抗军的画面，似乎想借由制造恐惧逼反抗势力低头。We won't give in to fear.We will continue this revolution until we win. Only then will it be worth it for those who sacrificed their lives. 不过反抗军说他们不会退缩，其他欧美国家也高度关注缅甸局势发展。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说将协调其他东协伙伴给予缅甸民众必要协助。